征服岁月。瑞士 Pony Hans 活细胞保养品。瑞士，湛蓝的天空，俊伟的高山，纯净的山泉，如诗如画，目不暇给的天然美丽景致，大自然的礼赞，欧洲最美丽的花园，瑞士传统工艺的精密技术举世闻名。瑞士在通讯技术、生物科技、太空研究、生命科学皆居领导地位。美丽幽静的瑞士日内瓦湖畔，瑞士 Pony Hans 活细胞注射中心，全球最权威专业活细胞研究机构，是无数追求青春健康的政商名人趋之若鹜的回春殿堂。瑞士名医保罗·尼汉斯博士自1931年开启及发展活细胞疗法而闻名全世界。活细胞疗法就是以注射年轻细胞的方式，使年轻细胞的能量转移到衰老的细胞上，还原年轻生命力，延缓老化。医师将这种转移的过程比为器官移植。被尊称为活细胞之父的保罗·尼汉斯博士，以皮下注射活细胞取代传统移植手术，成功地治愈了数以万计的患者。保罗·尼汉斯博士以活细胞疗法治愈了教宗 Pius 十二世，因此受聘为梵蒂冈科学院的院士。活细胞疗法是欧美皇室贵族、富豪名流让自己保持在巅峰状态的秘方。英国皇室、阿拉伯绍德国王及摩洛哥国王、法国总统戴高乐、英国首相丘吉尔、法国服装设计师 Christian Dior、 电影明星卓别林等都定期至瑞士接受活细胞疗程，让自己保持在健康青春的状态。保罗·尼汉斯博士为他的活细胞疗法给予以下的注解：无法延长生命的岁月，但能为岁月带来更多的活力。肌肤回春从细胞开始。 Pony Hans 活细胞抗老系列将活细胞疗法的高疗效应用在每天肌肤保养品，达到活细胞护肤的效果，活化效果如同注射般迅速。来自瑞士 Pony Hans 活细胞注射中心专利配方，以最先进的研发科技，自独特的植物活细胞萃取出最新的专利细胞激活元素，补充细胞再生能量，让细胞活化达到高峰，锁住青春，延缓老化。全程实验室限量生产，高科技活细胞抗老保养品。 Pony Hans 活细胞抗老系列研发的目标为，借由每日的保养
提供老化细胞苏活的能量，使皮肤组织恢复年轻健康的功能。直接由皮肤吸收活细胞，立即唤醒肌肤生长机制，迅速消除黑斑、皱纹、松弛等老化痕迹。由于对商品高品质的要求、高疗效的信心及安全性的坚持，每种配方皆需经过至少四周的临床实验测试，每种商品至少达到85%的满意度才能上市。瑞士 Pony Hans 活细胞保养品，欧美皇室贵族巨星名媛的回春圣品。永恒的青春，活细胞美肌理疗，赋予肌肤新生之美。抗敏配方：眼唇卸妆露。七天净化美白，焕白洁斑乳。补充细胞能量，活氧调理液。除皱、美白、防护，一瓶多功能，活肤抗老日霜。效果如活细胞注射的活细胞回春晚霜，14天美白除斑，净白精华霜。沙龙顶级护理，在家也可享受瑞士活细胞注射中心的专业护肤保养。Pony Hans 活细胞抗老保养品，邀请您来同享欧洲皇室贵族巨星名媛的驻颜奇迹。